好几位年轻人踩肩膀叠罗汉，最上面的弓起手脚绑棉布抱着涂满牛油的柱子往上爬，为一年一度的恒春树菇棚摸黑加紧练习，超热血。新手上路手脚卡卡，好像不太协调。你不能让它松成这样，它会卡住。 老鸟不藏丝，手该怎么抱才抱得紧，脚要怎么踩才稳？跌落汉怎么跌，比别人快又高，轻囊相受。很难，非常难。<笑>我们是一个那个路跑的社团。马拉松选手挑战树菇棚，但隔行如隔山，沾得满身都是牛油，累到腿软。就算练气上下起大雨，也浇不熄他们的热情，持续苦练。 技巧真的很信任，同伴，信任同伴。除了新手队伍树菇棚练习场，还有恒春当地冠军队，连续10年参加树菇棚，就算手练到闭着眼睛都能爬，但队员一下班还是赶来练习，持续一个多月。算第二名，连续4届第二名，两届第一名，虽然战绩辉煌，但嘛是爱练啊。 百年历史恒春树菇棚，每年吸引国内外超过40支队伍参加。身为地主队的恒春人占便宜，下班揪团练习，要把冠军奖杯留在自己家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